好紧张啊，不知道我的相亲对象会怎么样啊。你就是尹诺，长得还蛮帅的嘛。谢谢谢谢。啊，请问他们是？他们呢？他们是我的工具人。那我今天是按谁相亲啊？不错嘛，你很有趣，逗得我很开心，我很满意。那你加入他们吧，穿上我们的衣服吧。其实我不需要男朋友，只需要工具人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连屁都管不住的男人，我们走吧。我的衣服啊！拒绝被支配时，就玩神木之塔吧。